那就劳烦夫人把这都通通吃光了。昨天嘴巴已经破了，然后夹了一块鱼，又估计也不吃，我不知道也没有刺，一下一插，插那个牙齿，对，牙肉里面，然后我就一下就不行，然后谁给我递了一个排骨，因为我想太油，我不吃，我没戴眼镜，我说我吃个绿的吧，一夹辣椒，我觉得这里都流血了，然后那个辣椒一吃，我就听。